的人类，你们俩立即前往地上世界，查明人类到底要干什么。萧峰长官，这次袭击并不是人类所为，而是因为星空失控，他们自己也多次遭到袭击。失控？难道星空不是人类制造的东西吗？星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家伙，他才是我们和人类共同的敌人。够了，我不想管人类那堆破事，我们只负责伏击城的安危。可是萧峰长，真是个老胆小鬼。跳跳，谷阿姨真的会来吗？妈妈一直很忙，也许妈妈，谷阿姨。跳跳，这里是高度静谧区域，谁允许你们？妈妈，我们只是想给我们的朋友动车人进行升级。动车人升级？对，顾阿姨，只有动车人才能打败敌人。他们可厉害了。大夫，快出来吧。他叫大夫，与这些动车人联手，真的可以战胜星空背后的家伙吗？我的家园也遭到了袭击，敌人想夺取我们的地球之源。你的家园？地球之源？你的家园是在地下，对不对？妈妈，您也知道他们现在敌人越来越强大，动车人也急需升级才行，您会帮助我们吧？跳跳，你了解地球之源吗？他可是妈妈。大夫，感谢你们之前为人类做的一切，但给你们提供技术不是我可以决定的。妈妈，郭阿姨，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二次，你们也尽快离开这里。妈妈，他怎么又是这样？不要难过，你妈妈在担心我们成为第二个星空而已。放心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，最强大的武器还是不屈的意志。大夫，你回来了，头。地球之源，地球之源异常强大，是地球的生命之本。地下还有着一群守护着地球之源的机甲种群。我还有事，这个我抽空会看。您一定记得要看呀，那可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。哗众取宠。无人机首领修理还需要10个小时。不管他，只要得到足够的地球资源，地球很快就是我的了。这个冒失的家伙，要大夫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个逞强的家伙，芳芳已经告诉你了，先进去再说。直接切开，立刻就会被发现，让我来。先将保护罩消磁，再破坏就不会被发现了。你还懂这个？嘿嘿，跳跳告诉我的。王峰，这个家伙给我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跟上他们。是地球之源，不要冲动，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？护地球之源是我们动车人的最高使命，必须夺回来。红剑，红剑，哪里走？
这家伙的力量。比上次更强了，要小心。看我的，还有我。他的防御力比上次还要高出一倍。是星空屏蔽了信号，看你有多少机甲。天亮了，少峰长官，这次多亏您了。与敌人对抗，不只靠蛮力，更要靠智慧。是。你，莽撞，记住，我的确老了，但绝不是胆小鬼。您都听到了。怎么？难道以为我真的耳背不成？刚才的情况我都看到了，看来。夫妻成遇袭的确与人类无关。小峰长官，敌人好像是冲着地球之源来的。哎，地球之源的秘密终究还是暴露了，今后不会再有平静的日子喽。啊，原来地下真的存储着地球之源，有了它一定会给我们人类科技带来一次飞跃。掠夺和你们想的一样。被盗的资源有线索了吗？惊雷雷达全方位地巡查了工业区、居民区和商业区。地球这边能量巨大，按说应该无处可藏才是啊。太空隧道查过了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样的宝贝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肯定要放在身边才放心啊。快，立刻调用惊雷雷达，对太空隧道全面巡查。本蛋，给我小心点儿。开始转。
耳鸣，立刻开启能源隔离。头，找到了。这些光点都散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波动。头，能量波动消失了。他们正在转移地球支援，惊雷系统全天候开启，只要他们还在地球，就要给我挖出来。是。是。反对，强烈反对。搞什么高科技，自作自受。你看人类搞高科技带来的后果，这教训还不够大吗？就是，你们到底听明白没有？我们动车人和人类是息息相关，是你们先破坏了铁则。我看呢，你们是让人类给洗脑了。你根本不了解人类。好了，听我说啊，别吵了，听我说行不行？你发展科技，才会有未来，人类才有更多希望。就用拳头来决定胜负吧。谁会赢啊？好期待啊！铁拳炮大，开枪！你这老拳还不赖吗？年轻人总是天高地厚，接我一棒！给力气！你当我的手杖是假的吗？怎样？蛮力而已，难怪会被人类欺骗。不去。这小子的力气不能硬拼。假的。越狼越不中用，被一个毛头小子逼成这样。狂妄，得给他们来点厉害的。越来越没规矩了，你们几个。爷爷，快来看，动车人大战！啊！接招！铁拳炮大！来得好，上！苗头小技。这一招你怎么办？年轻人，我的铁拳味道如何？哼，你们根本就是偷袭！嘿，兵不厌诈的道理不懂吗？年轻人遇到点挫折千万不能气馁。你等等，我们需要改变战术。都是你。对，火眼金睛，吸引就完全没用了。慢，我宣布本竞技是动车人的内部比试，禁止使用人类的科技。啊，为什么不让用啊？向峰长官，大副的复试眼是他自己的本领，这里我说了算。
情况不妙哦！练功最忌心浮气躁，三心二意。哼！校风长官居然这样偏袒，那就用拳头说话。对，管他真假，全部打败。飞！上！小心哦！输给年轻人太丢脸了。输！他们弄破了我的手杖再说吧。给我不多！接拳！早有防备。又是这样，真是智人。不好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有攻有防，所谓未思胜先思败，方可不败。爷爷，你还在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原来如此，终于明白哪里不对劲了。大副，红剑，跳跳到底什么意思？怎么不要专注在进攻？不进攻怎么取胜？注意攻守带来的全局变化。我明白了，虚影并不是无序的，他们一直在引诱我的攻击，让我们一步步的落入圈套。就是这样，每次都好像是自己送到他们面前，等于挨打一样。我们太急于进攻，才会被那些虚影引诱，露出破绽。两个老顽固耍起诡计了。哎呦，这两个小子啊，好像察觉到了。哼，算他们有眼力劲儿，空有蛮力，不懂进退，还敢跑来参与动车人命运的决策。先试探，找尸体，注意防守，小心命中。冲冲！时间到，我宣布，双方平手。校风长官，什么时候说有时间限制了？大副和红剑明明已经找到了对策。我说有就有，这是命令。哼，什么命令？分明是偏袒。为什么停下？校风长官什么意思？我要抗议。不，红剑，我们不仅要懂得攻，还要懂得防。比起抗议，现在这样融洽的结局不好吗？不错不错，这两个孩子终于懂得了进退了。仪式就这么结束了？那到底是谁赢了？哪儿有什么输赢，都过来练功。是。